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一样，就是继续来开这个 Battle Pass。那我们这个5000钻，直接给它开启。拿到5000钻之后，我们的这个 Battle Pass 就可以直接开了。那首先我们先灌一下这个金兔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启。哦，这个开脸，这次真的超佛的。就是这次的活动一定不会让你领不到。OK，那我们都领完了，就直接来开哦。好，来吧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钱给领一领。再来，这个先开一下。我国家队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直接开领哦。好嘞，我们直接开抽，94以上了。路易斯还行诶，28亿，然后再来。二选一的，好，那我们先把卡先，就随便合个三张哦。再来，二选一的，哇，这两张都不是很优质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最后一个扭转乾坤的机会了，来吧，二选一。这王一凯怎么便宜？陈威43亿，好吧，那应该选贵的。总体下来说还行啦，还行啦。路易斯卡那么多。布雷克没卡，好吧，那成为我们就直接丢去卖，其他的就再慢慢练，再慢慢练看看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整体下来说有点虎头蛇尾的那种感觉，不过也还行啦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